日子是在忙忙碌碌中平淡，生活是在粗茶淡饭中生香，人生是在坎坷挫折中历练，生活都是现实当中来兑现。人若是活得累，是因为能左右你心情的东西太多。心若不悲，人就不寒；心若不离，爱就不远；心若不恨，世间有暖；心若无澜，碧海晴天，眼不见为净；心不冷为美，放走该放的心就能轻松。既然是岁月，就免不了炎凉荣枯；既然是人生，就免不了爱恨情仇；既然是生活，就免不了酸甜苦辣。其实世上的事分两种，一种能解决，一种不能解决。能解决的事你不用愁，不能解决的事你愁也没用。既然改变不了什么，那你还愁什么？不如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